大家好，我是秋子。今天中午我们准备做一点虾饼。这个小虾米呢，是我们前段时间在塘里面捞的，然后拿来晒干的。做虾饼去。做这个虾饼非常的简单，准备的材料也很简单。主要是虾米、面粉、鸡蛋，还有我喜欢吃蒜苔，所以就切一点蒜苔进去，还有这个葱。我们现在开始做虾饼，这个是生粉，把生粉倒进去，然后加入面粉，两大勺面粉。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，然后自己的分量啊，就是人数啊，自己调配。打入鸡蛋，加入些水，现在最关键的，把这个选好的小米虾倒进碗里面，太多了。这种虾米酥最好吃了，虾米饼。这个虾米饼的材料调好了，现在生火。用了自己家的山茶油，好土豪啊！今年这个山茶油好贵。这个勺一定要加热以后再放面糊进去，不然就会粘住这个勺，就会糊了。这个技术还是没有街上的那个阿姨做的好，我的瓢太深太大了。这个虾饼只要煎到两面有点泛黄色了，飘起来了就可以了。可以用筷子把它摊得大一些，圆一些。这个饼如果大家想吃嫩一点的话，就把它煎熟浮起来就可以了。如果想吃脆一点呢，就把它炸到金黄。这个小火慢慢炸哦，最后一个了。我尝了一下这个虾米饼，太好吃了。这个是我炸的第一个，炸坏了，我拿去下去给我嫂子吃。然后拌好再拌软。加过来，加浓了没有？浓了。